Mr. Foodpanda, kenapa macam ni? Ada pakai mask ke? Tak. Mask ke? Bro, tak ada pakai mask. Boss tak bagi. Tak cuci semua pancake. Tak ada pakai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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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我们是 King Channel， 我是 Jim 庄敬义，他就是刚刚忘记戴口罩。讲到这个口罩的东西哦，很多人都发现哦，在市面上是很多人已经没有最 care 这种东西了。有了，你看对面那个哥，他是戴着，可是拉下来。对啊，哎，这样就不对哦。安哥戴口罩，拉起来。不要理我哎。IMCO 是这一段时间，你有发现其实很多人都走一出家了啦，是，然后都很向往这以前在家里，你可以吃到，可是哦，我觉得还是要到现场吃比较有滋味的食物。我自己最向往的就是快餐，因为我觉得快餐你要去到现场哦，热腾腾这样拿出来就呼呼。所以今天呢，你要请我吃快餐，我请吃快餐啊，而且我们选五家，因为我们要看看到底哪一家、哦、让我们可以吃得最安心，就是他 SOP 做的最 OK 啊，哇，这个会得罪很多人哦，这样子。没有啦，我们不是要去 critic 他。所有靠演们，最重要，我们做这影片是为了观众的。没有没有，我知道了，我们是帮你去设备你的店。在我想到这里最靠近应该有 Texas Chicken。OK，Let's、okay, go。你现在是知道他的一个，因为我没有进过快餐店 ，After MCO 我也没进过快餐店。快餐店的 MCO 是叫做他的那个 SOP 是什么的？不明白的自己问朋友，呵呵。对，我们是来这几个。有什么要做的 ？Clean， 他跟你讲，他 High Touch Area 30分钟会卖一次 High Touch Area。要 scan 的。哇，要这样分啊？所以一格，然后大家都有 social distancing 是 OK 的，这样看。你的 manager 没有戴手套、哦？是吗？黑色衣服那个，他不戴手套都没有关系，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碰我们，不是他没有碰食物。对，嗯 ，Hello， OK， 要不要你 chicken 给我下？那如果是看点餐的话，我觉得他是 OK 的啦，口罩有戴，然后也跟我有保持距离。Thank you。那我们现在进来看看。Hey bro，Hello， 哎。You gonna ask, is it social distancing for sitting? Yeah. For the sitting, social distancing, is it required? No, no already. Yeah. No need already. Okay, thank you. 不用了哦。是啊，做的话是不用了啊，但是我还是看到有些 restaurant 是还有的啦。我是看到才会打叉的嘛，对不对？行吗 ？Thank you.好，我就问这狗狗都没有戴口罩 ，bro， 你有戴口罩吗？哦，没有。怎么没有戴？懒惰。这么懒惰？啊？要啊，要照顾自己啊！啊，照顾自己就照顾别人嘛，对不对？因为他口罩其实也是，如果有打喷嚏啊、咳嗽的代表。对对对。如果自己本身是没有的话，就避免人进就 OK 了。有的话还是戴着好。好 ，OK，OK，OK。他讲他很健康啊。我知道他健康。可能人家不健康嘛，这样保持距离就好了。没有，你没有事没有关系，你不要害到你的孩子啊，你家人吗？我不是 care 你啊， care about your family 啦。老哎，你看爸爸来了，爸爸来了，不要生气，爸爸，爸爸喝水啊。先跟大家讲，其实接下来这一间真的是我小时候的挚爱，超级喜欢吃的 double cheeseburger 哥。最好笑是什么？我爸爸妈妈以前一直给我吃，可是他们不懂是牛肉。他们到，你不吃牛肉吗？拜观音嘛，以前小时候。你现在就是，我在偷偷在外面吃，观音看不到。观音忙了是吧？谢谢嘞，没有人理你。是这个是。啊？谢谢戴手套。你现在戴手套不是写了，就是要真的戴这个。所以我照着做吗？我照着做吗？还要自己来？喂，有吗？坏了、哦，怎么？这么有些？然后没有人来帮我们呢，完全没有人来帮我们呢。Excuse me。
没有，最主要是我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人来帮我。哎呦，我这样三六点四哦，是手。你的手。OK，OK，OK 了。那个人进去了，不是三六点半。哎，那个人就这样进去了。全部人写字没有写舒服的，什么鬼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刚才他们都用不到那一个探测器。不用。来，我买，我买。我发现了。哎，他没有分呢。哎，可以了。最令我有点小失望，是因为他台前没有人。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啊，有什么医用，对不对？好像我们用不到那一个探测器的话，你就不写了。对呀、啊，不写了。你要帮助我们，你要确保每一个进来都是最 safe 的状态啊。然后所以就变成了刚才那个人可以这样一进来就直接走进来了、啊。我又看到就是只有一个人戴手套，其他是没有。有啦。哦，这里这里是全部都有戴。没有红色女孩子没有戴、啊。他去做我们 pancake。他没有戴手套去照片 kick， 是，这个是重点。没有问题是，他在这里 serve， 同时间他要去做片 kick， 然后他又没有戴手套。哦、oh, ，OK， 来了，来。look at the， 1. You guys ada yang pakai sarung kan? Kenapa pakai itu tak pakai sekarang? Ada yang pakai sarung kan? Glove. Tak pakai. Asyik. Oh, kenapa pakai? Oh, okay.原来是要带的、啊、你刚才跟我一讲要拍这个东西，我是有点担心的。嗯，因为我不想就是很像特地去 critic 人家，可是问题是我们做着一个最正常每个人都会去注意的东西来的，所以这里我看到他们的顾客也是没有分的啦，就是没有 social distancing 这个东西。 Thank you。 那等一下，你都 social distancing untuk duduk ada still ada tak ada kan?Dalam duduk tak ada limit berapa orang dalam satu. Tak ada. Okay, thank you. Tumor, 你刚才看到什么奇景？我看到有些清理的人没有戴手套没关系 ，OK。但是有一个人很熟悉哦，他戴着手套清理垃圾，然后他就开始去收食物。所以他是一手包办所有。这个根本不是。我知道。这根本不是 COVID 不 COVID 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卫生问题。哇，跟飞，我又继续带本呢去吃快餐了。这一家他最喜欢的。MG。哎呦，你看，马上有人出来了，马上有人出来了。Okay, thank you. 这个突然间就发现这里好了咯，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 app 这样子去做的，你不用去对人。啊，这里呢，我们是有打折的。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科技的好，我拿着这个单这里等，然后分隔又不用跟它有太多接触。可是这个狗狗。Bro, tak ada pakai mas, mabe.打了板嘛，是吧？啊？你要不要叫他入河山？叶子。我打板，你去打板。哦，看老板没有给他哦。老板没给他。哦。你看这里面也有一个跟镜头讲 hello 的，没有戴口罩。然后是没有手套了，对不对？没有，都没有。Satu lapan enam。哎，谢谢。Bro, you are the extra volume mask. I did a few too.Ya, yeah, bagi dia lah. Dia tak ada pakai. Ya ke? Ya. Okay. Nanti. Oh, ini pun banyak sih. Nah, Da Yin, ni kan dah benar ni dengan 之前一样啦，就是有勾勾叉叉，就是四个人的位置只可以两个人坐。是哦，现在我觉得都没有根据。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McDonald 在给我看到整个感觉是他们所有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包括我很 impressed， 就是他还没有进门就已经在外面解决完所有是 sanitizer， 然后 check， 还有一个人在那里站着，还有一个人会很有礼貌的在跟你说，所以唯一小小遗憾就是那个还那个朋友他还要跟我讲是老板不要给他 mask。
mask 这个东西。麦当劳的 PR。那我们会 mask 掉那个人的样子，因为我们不想他，因为这样可能就 没有工作。对的，可是还是希望他可以反省一下这个东西。Next stop。哦，他们又 reduce 了。Please be advised that we are reduced the number of sit down customer。诶，所以他是有减少，就代表他们还是有 social distancing 在做的时候。Take away 36.5 Risiko low。 我看啊 Q 有写好的哦，一人一个位置哦。他没有发火啊？是我 God。 那 Sanitizer。 That's it。 那这里的距离是很远的哦，你看我根本的，而且他在 counter 前面放了桌子，做什么呢？不要让进去那个人啊。哇、wow、哦！然后它的位置真的分开哦，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很跟他给了你新的 SOP 是可以大家一起做，但是你也可以保持你的状态。我靠啥？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状态的话，不是更好的吗？是。做食物呢是没有戴手套的，就这点，食物是没戴手套。所以到底有没有需要戴？嗨。Take away signature， yeah， signature。B 呀、yeah。Mr. Food Panda， 怎么这么硬？他真的是没有带。Bro， 他的 pakai mask 了。啊？没事。啊？三分钟。三分钟。然后 pakai mask 了。哇，这样的回应让我也傻眼。然后这，其实还有这个 cash box， 就是放钱进去他直接拿，就是不用直接手碰到。好了，我们现在买了 KFC 了，最后一间就是 Burger King。我们来到了 Burger King 啊！可以，他是 scan 的先。哦、oh, ，very good。那你看，他讲 hi 哦。jadi kalau hi kan masuk tak？ Tak boleh masuk ayo。Takut dah。Macam mana？ Kalau sejak tadi。You risiko okay lah， risiko low。Merah kan？ Check in dulu lah。Oh。Kalau dia merah， you nak masuk tak？ Tak masuk。Kita dah risiko high tau nah. Ayo, you lah. Bukan tempat ini. Bukan I, tempat ini. Tempat ni? Serius lah? Jadi kita makan tak? Tentulah makan, jom! Betul! Oh! Food like. Tadi faham ke bau kau, Chen? Tadi faham bau kau. Ada tanya, kalau kan sekarang tempat you lah, risiko merah kan? Jadi kena tutup ke kalau macam mana? Right? 所以那边要再 scan 一次，看是不是啊？哎，我们 check 一次，是不是 app 的问题？也是。妈的，崩了！等等，他说的对，那是因为你刚刚去过太多地方，才会 risiko tinggi 的哟。Tiga nampak enam. Ah, saya? Tiga nampak enam. You guys nak pakai sarung tangan ke sekarang? Kitchen saja. Oh, two pieces. Ayam goreng, ayam goreng. Ayam goreng. Thanks. 你去看的那个做 burger 的人有没有戴手套？哦，有。因为他刚有跟我讲哈，就是做幕后的就有戴手套。是。那这里他有写清楚啊，要你做好什么措施 ，by order of the。哎，它有 contactless pit stop 的，就是没有辅助的。You deserve some space. Contactless payment 哦，我要看你等下讲给钱。哦，你就放在上面。哦，就是直接放在那个盘上面就好了。OK， 锅管这个。那我们在等餐的时候来做一个总结了，怎么样？今天跑了五间，真的是我先要想再讲一次声明了。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看一下，哎，每一个我们喜爱的快餐它的 SOP 是怎样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是针对哪一个讲好还是不好，只是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因为好奇嘛，像这一次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在外头快餐店你要座位的那个 distancing 是不需要的。是，但是有些店很像这家店的话，还是坚持，还是有在做坚持的。而且我今天这样经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个人的责任的问题。因为不管是我们看到有员工，或者是我们路边经过看到的人，那有一些没有戴口罩，我们都会问他。是，这样他的反应会让我傻眼的。尤其是
送餐的那一个，我问他，喂，怎么你没有戴口罩？有戴跟没有戴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啊。但是那个 point 是你会接触到很多其他人啊。对，而且他接触的更夸张。是啊，他是送餐东西啊、嗯。我觉得最 impress 啦，我自己的，当然是MG 咯。我觉得 MG 因为他有特定派一个人在。跟你做一个，而且你看他 SOP 的这个的，他一定是 senior level 来的，是，他是把那个 scanning 的东西放在门外面，嗯，而且有一个人是在门那里负责开门，这个就是服务，这样都好呢，希望大家哎出去外面的时候多注意啦哈，记得还是要讲回那句的，勤洗手，戴口罩，每一天换戴口罩 ，OK， 现在口罩价钱没很贵了 ，OK， 不要很像那个朋友讲说，Anyway，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按个 like， 那个老鼠屎，留个 comment， 告诉我你们的意见是怎样 ，share 这个影片，然后呢，记得按我们的小铃铛跟踪我们 ，O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对，因为本来是要吃东西了，终于跑完五圈了，快点，快点，可以了，要走了，走不了，真的，看。